谢谢。有没有补充？啊？没有，没写，我。好。有一定要大部分的责任没写。哪一个？后半段。我并负责。那个什么，我现在是现行补充。啊，所以你的疑义是把大部分删掉。对啊。哦。好，那如果说变成负责任，是不是？那负责你要知道中文蛮麻烦的，中文没有加量词，意思的范围大变很大。或者是有没有负责任，其实不是自我学习的定义的范畴。就是、很好、就是。所以这个建议我也觉得很好，可以把它删掉，把跟责任的那个关联给它删掉。对，这是我的意思。那你的去这边学习者本身对学习的资源选择实践，啊怎么样？就是这样，什么是？因为动词什么？什么是自主学习？就是学习者本人对于学习的资源选择以及实践，就这样子。比较没有动词。没有啊，就没有这个，然后就确实没有。没有动词。就是、对，是介词。因为从对于之后到见之前，这个挂不起来的话，那就只是学习的本人干嘛？啊？对啊，要有个动词。对啊，见是实践的意思。对啊。总是有点实践，然后就会喜欢他见。对啊。见识。不累了，要讲一个字就够了。够啊，都有用。你都把时间改成见了。没有，我是说从煮瓜壶，就是从对于开始到实践，如果这边挂不起来的话，对啊，那中间就会没有动词，它需要有动词。对啊，所以它的东西它需要什么？需要它要把跟责任关联那个割开啊、嗯。那它的敌意不能只有，那就要把学习的。所以如果要这样说的话，我需要做一个反对，就是所以你的定义其实自主学习是学习者怎么样？然后负责任叫做自主学习，没有，我现在没有要，对，所以我说，哎，你的动词是动作，学习的资源选择与实践是对象。来，你现在没有习惯我们这个正常的讨论，好、哦，对我来讲，我写到这里，我并没有要请各位接着，我只是帮你们复习，写在记录上，上一次你们的定义是这样子，哦，我问有没有要改进。改进如何改进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你们当然可以提其他版本。有时候想到是可以加学习的解锁，那可以概括在实践里面解释上，就是解锁的。对啊。可是就是刚刚两条说觉得那个负责任要打掉的原因是，就是我觉得自主学习跟责任与否其实没有关系，就是他在这个。那你觉得自主学习跟责任没有关联的原因是？你自主学习然后负责任也是自主学习，自主学习然后后续的责任你没有承担也是自主学习。他的意思是？所以我这样说完整一点好了，所以就是我觉得你应该要改成学习者本人对于学习资源的调动、选择学习方式与。实践就是学习嘛，就是这样子。那我会想要参考刚刚，我会想要参考我关于资源的调动是动词的吧，然后选择学习的方式，那选择是动词啊，那实践就是学习啊，所以实践也是动词。调动资源，然后呢？选择方式，选择。方式，要不然还哪个？还有实践学习。如果参考就是现在我们这一段讨论，如果参考我们线索里面的，譬如说第三点或是第八点，我觉得在线索里面，如果我们一到八都是我们接受的，然后依据线索里面的，比如说像第五到第七，因为它叫线索，不是决议。
OK。不，你我知道你认同，你认同，你认同你就用它。我会认为，可能练习负责任这件事情是人类社会的文化公约数。我觉得这个空间是在于不同年龄阶段，或者不同心智状态，就是它我们可以依据某一种标准来界定说，比如说依据年龄的标准，然后怎么样的人适合负责任，练习负责任到什么程度。是我的担心是，如果把自我学习，就是说把责任的论述把它定掉在说不负责任也是一种自我负责的话，我会担心这样会不会走上一种一种极端，就另外一种极端是另外一种区域。好，这是我的担心。这两种担心都有道理。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什么？就是在整理这个房间里面，在今天下午的意见，因为它会成为在下一阶段的现实。好，那这个探索可能无穷无尽，没有关系。好，我先问一下，因为我处理只能这样处理，我只能处理各位的共识。OK。好，赞成等一下自主学习的定义要跟这个责任划开的啊，这就是比较接近鸟巢的提议，请举手一下。好，然后呢认为啊自主学习的定义不能跟这个责任划开的，要等下在定义里面要把责任涵盖进来的，对不对？请举手一下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十一十二，好，要帮你扭曲一下，你先跟着大家脉络，因为现在显然此时在你等一下，不需要解释。你以后你再使用自己的定义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处理，对不对？所以责任现在不要划开。然后，那如果责任不需要划开，但是那个定义还那个界定，对不对？还是什么？还是有意义的嘛？那你这边前面是可以修饰，我们现在就不做窝点。学习者本人对于什么？对于调动学习资源，选择，学习方式跟学习内容，以及实践学习历程，富有，现在上第二，这个量子，这让那个什么那个影响蛮深远的，因为这个量子，如果你现在把它写大部分。意思就是什么？意思就是，等一下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很多处事的过程里面，我们跟他沟通的、讲的，对不对？这个结果会如何如何？那他要选择，我偏偏就要这样做，我这做了之后，结果我要负责，那我们是要接受的，我们在自主学脉络中是要接受的，这叫大部分。那大部分那也就是它是一个什么？它是一个强势的量子哦，这是保障它的主体性。OK， 那我们能不能有比较含糊的做法，就是负相当之责任就好了？因为实际上一个人就是能负责任的面向跟深度，就像我自己觉得，就像比如说，他会随着年龄不一样，或者其他面向不一样。那如果你把它定太死的话，相对来讲，你可以有的，你可以涵盖的面向就会比较有限。所以我觉得相当之责任，那这个事情也蛮好处理，因为只是量子的审酌而已嘛。那比较觉得要维持大部分的，可不可以表示一下意见？举手让我知道一下。我可以再问一个吗？那如果是大部分跟全部差在哪？因为全部你就把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，就是说要成就一个自主学习，它不是个人知识，
它周边需要非常非常多人成就。如果改成全部的话，变成全政府，变成周边那些人对哈，对于这个自主学习的参与有责无权。好，那放大到大部分已经是主体性表述相当强了。啊、是他有责无权吗？不是身边的人。不是身边的人有责无权。身边的人，你要出资源、出时间，干嘛干嘛干嘛？对啊，对。像其他人，那很容易导致一个任性的结果。好，因为如果在他如果是一个众人之事，我们在安排上，好，我们在安排上就是什么？就是其中有些人对不对哈？有权无责，对不对哈？他可以做非常任性，责任他不太需要负。啊，有些人有责无权，对不对哈？他要赔他，要花很多很多的啊，干嘛？但是事实上，啊，他的付出的那些一切，对不对哈？对于他什么？对于他参与的这个哎，那个决定，对不对哈？哎，全数治理，对不对哈？那不是啊，我的意思是说。你现在在这里讲责任，他并没有在这里讲他有全部的权利。可是这两个都应该要、欸。因为但是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因为我们这个是预设，就是我那个我个人是比较主张，一旦他变成众人，就是势必要承担全责相关。也很难的、啊。全部很难，对啊，在实周上面，就如果把大部分这三个字去掉的时候，就变成他要自己负全部的责任的意思。可是这个事情应该，不是现在不是可不可能的问题，现在你要说定义。对，定义没有可能，不是可不可能，是等一下你应用那个定义会不会发生困难的问题？会不会变成一个什么？变成一个自主学习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世界上啊，只能就像说独角兽啊，类似像独角兽那样的东西。就是因为教师在定定义的时候，就要考量阴阳面、实然面，然后各种不同的面向，所以它还是蛮重要的，可不可能的评估还是蛮重要的。不然主要就是主要资料，不用比例，不用顺序。主要的。对啊。但是有人修更弱，我们大家就是在主要跟相当两个选择。因为我会用相当，是因为考量到，比如说学习者他年龄阶段不同，对，他在不同阶段的人都可以做自主学习，但他的能力啊，他的没差不多。对。对，相当要会是。好。然后。因为主要比较接近，他说他撤回不必要啊，不是不要，他撤回主要，要相 当, 相當對。好，我想共识越来越好。那我现在再问一下哈，那现在大陆文章的话，一就是原来大部分，二就是相当，因为全部没有看到复议。好，那赞成嘛？赞成要把它定义变成什么？变成维持大部分的哈。那等一下我就问相当。啊，赞成要把它变成什么？变成那个大部分的，请举手起来，让我知道。啊，赞成相当的，让我一二三，要动要动要动，11、12、13。所以我这个房间里面共识相当显著啊。嗯。不是。对。所以现在我们就到目前为止啊，那学习者本人对于什么？对于。那个资源的调度啊，哈，调度资源啊，哈，选择啊内容跟方式啊，以及实践学习历程啊，对不对哈？负有相当的责任。注意哦，我们共识对不对哈？就是只要他在规划课程规划里面啊，这个学习者在这些项目里面负有相当的责任啊，那我们也接受选择相，意思是他可以决定很多事。哦，那这样子我们就承认他是自主学习，我们是按这个定义去界定，哦，是不是自主学习？嗯，好，那下一个，
们要做八个是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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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不要急着。好，一个聚焦性问题，自主学习中可以有必修课吗？可以，理由是什么？不可以，理由是什么？玉伟，嘉，哦，嘉贵，哎，想把字举手。有啊，有一些自主学习团体认为不应该有必修课。对，有一些在争议。你有时候自学是上台讲给大家听。没有没有没有，那主题备课，自主学习已经我们刚才定义过了，很清楚，就是学习的本人对于调度学习资源，急啊，那么快，你选择内容，对，跟实践那个学习历程。哦，负有相当的责任啊、哦！现在鉴定是这样啊、哦。那这个什么？这个是在目前这个房间里面啊、哦，现阶段共识啊、哦。那在这共识底下啊、哦，那自主学习中可以有必修课吗？那可以，理由是什么？不可以，理由是什么？这圈子里面都有人紧张啊。这个东西如果回应到自主学习里面有一个自我的概念。这个我如果就不是单纯的个人，他可能是一个 中我或大我的时候，有时候这个中我跟大我是有一个学习的目标或目的的。那如果是这样考量的话，他是可以有必修。好，云臻表达可以有必修课，你的意见呢？因为你中签。可以，你也是可以，那你也理解，因为相当不就是有绝，它不是绝对说有个空间，那个空间可以挤进必修课。哦，好，你现在发现相当的有趣，来，不行，不行，原因是因为照定义来说的话，学习者本人对于他资源调动选择跟负责，我们为了要选择相符，所以他如果有必修课的话，就是他没有选择，他得要，所以他有责任，但是他没有。他有责任，但是没有权利，而他需要负责，所以这样面就是这样。这就是现在常见的问题。哎，这是目前的。所以我刚才不要发表。如果学习它是一个进程的话，因为我们就是真实遇到这样的问题，就是我们的团先前就是会直接被规定，那也有看到有些不内容。但是我自己在想，如果刚刚我们把自主学习视为一个进程，他如果小朋友，比如说他要不要学写字这件事情，我们把它视为必修的正当性，就他要不要有，这大家可以用方法来思考，他要不要学最简单的一二三四五个写字这件事。我想回应一下，就是像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白板上面有画四，有，然后就是大部分的人的提议应该是说它是一个。就像一个线性这样，然后这个必修是在它的，就是每个阶段它有不同程度的一个必修。比如说，就像刚刚那个就讲的那个，像这样基本的 purple 呢，还有一二三的话，在这样的地方它就是有必修课，就是这个必要性。所以，那你认为说，哎，多大之后可以不用必修课？哦，我记得那时候讨论是什么，在18岁有一个什么。民法它有轻微，所以你认为大学生不可以有必修课？应该说他的必修课已经是他可以自己去教说，就是他有责任能力。如果说以法律上面的话，他可以自行选择，他比较相较之下，他可以去选择他知道他要的，然后他也累积了一定的基础。在18年前，对，所以
对18岁以上的是不应该有必修课。我觉得18是一个，因为我觉得那个18还是我们两个。那个我想要询问说，因为如果我们把自主学习当成一个能力或者是当成一个状态的话，那它就很确定，但是如果把它当成进程的话，我们这个定义是不堪使用。如果是这样，因为其实我是将近完全认同你的观点的，但是这样在这个定义底下，那个就不叫自主学习的原因是因为就不是定义的样子，就是所以我才会问说这样是不是定义不堪使用。不是课程设计的问题耶，我自己觉得就是如果我给他一个框架，比如说以我的写作课来讲，我给他某一种框架，他是必修，那但是我给他一个框架，但是他可以在里面，在结构里面，他的内容完全是弹性，他是自主的，所以我觉得他是自主学习的一个程度上。所以我会也，所以我才把它视为说它是一种进程，也许小一点，我可能会，给他一个引导，然后他自己去写。那你说这样，他是不是自主学习？我觉得。好，我先宣布一个程序哈，到达15分之后，那个我不宣布下课，但是需要离开的事情离开，需要离开的事情离开，因为我们今天是，2:15开始上，我们上课的正时间是5:15，对不对？好，那。再我要讲一下，是如果我们就是其实谈下来的自主学习这个关于自主的定义，是我们接受，至少我个人接受，因为那个自主学习里面的那个自主，就是包含那个我，包含小我、中我、大我，那个是我接受的。而对我而言，我接受那样的前提，我同意，所以当我在看这个句子的时候，学习者本人这一段，我会在概念上，我会用自主学习里面讨论的那个我，就是他其实本来就有小我、中我、大我，所以换句话讲，我会倾向认为，这样反正就是那个可以有必修课的依据，那依据是因为那个我从来都不是只有小我的我，对。那我现在举一个例子，如果我们因为我们课程安排，会去讨论课程的学习的目的，对不对？如果这个学习的目的，是学习者本身所选定并认同，而这个学习的内容是达成此目的无法回避的技能跟知识。那这个时候学习者有没有一个空间说，我选择这样子的目的，但是我不接受，我有没有办法 reverse 一下举例，有没有办法 cross 这个问题？就是他说我要学会写写作的作文。可是他如果连字都不会写，他就没有办法达成我要写论作文的目的。或者说他连打字都不会打，或者他连打出来字都不会学。我用这个例子好了，就是如果那个人他说我今天要学论说文，然后我就来到这里，然后那个人说我们必修课有那文学课哦，你要学会写字，然后我不接受，这样是可以的。问题是这样，你说这样子可以吗？对，这样子可以。这样子可以吗？他那个例子的下，这样是可以的。他那个例子下，我自己是觉得不行。我就是说，我没办法教你啊。那所以他下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子，是不行。来，这样子你不是拿那个朋友要打？我怕你手酸，我帮你拿一下。握手不酸，谢谢。那其实我个人的看法是说，如果说是真的是说不用去。请小朋友他们有必修课的话，那他家长送到我们来干嘛？他自己在家里教就好了，自主学习嘛。我们当然可以排一个课表，全部选修，而且全人就是这样排的。
人文也是。小学也是吗？全人的小学早上的科目。全人小学没有全人没有。全人没有人。有。有。有。今年开始，今年开始招。专利有。啊，今年开始。小学啊，全人的小学，没有，因为就我知道，因为我跟全人也是交情，那个十几年了，对不对哈？那刚开始就是什么？刚开始的时候就是，哎，那个全选修哦。那你现在说，因为他们现在收小学生，所以小学部分开始有必修了，是不是？不知道，是疑问。他数学必修可以选不同的内容啊。没有了，那我数学一门都不选呢，我选修意思是我可以选。全人的小学没有选课时，课时还好，但是小孩可以不进小学。目前是这样，来，来，好，我们欢迎，我们欢迎，好，你讲。所以这种学习应该是说可以有它的必修架构，可是不需要必修课。因为光下面我们大家现在想出来的定义，学怎么负责任也是必修课程的内容。学怎么，可是这个是很抽象的东西，就是我们把必修课的课如果有时间、空间、主题、知识、内容去架构它的话，就会没完没了。等于是能接受有要接受有接受它的，有不接受它的。可是如果是必修的核心概念的话，如果大家都认为负责任这件事情，那他就在这个必修的概念里面，对，等于是每堂课本来就都是必修的，可是他有一个必修的理念在这里面设计。哦，我现在那个什么，你讲的非常对，对不对？哈，这是非常好的检证方法之一。但是我现在以云臻刚才所谈的那个例子，好，我已经商量好，好，学会英文，好，甚至学会英文的书写。哦，是我们约定好的，哦，我们要一起达成的学习目标之一。哦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不要背单词。这样，你能来这个意思吗？您的那个例子是非常非常恰当，哦，表达这个命题。要不然你可以告诉我，我不要学英文吗？不，他选择他要学英文。对，但是。而且他只告诉你不要背单词。然后呢？然后问题是什么？问题是这样是可以的吗？还是这样没有？有这样的前提，那就没有需要再。所以问题是什么？所以问题是什么？因为你这个题目跟所以前提，所以好，所以金老师，他如果要这样还是可以达成。那他如果去辅语辩论式学习，他不是要背单词？没有，我们学会要背单吗？不用背的，所以他要的话就是我们准备一大笔钱。我们要。学国语不用认知吗？好，没，他们说的对。好，我们再引进，我们再引进好一个新的条件。我们刚才讲过，好，如果每一个学习者他手上握有的不是无限资源，那我们什么？我们刚才讲过，说自主学习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要花非常多人、非常多资源去成就他的事情。好，那。他当然可以选择到一个浸润的环境去，哦，但是如果，哦，他说我要在我跟你约定的费用，哦，比如说你们刚才讲说在台湾对不对，哦，自主学习对不对，哦，或者是实验教育这边对不对，哦，13万一年13万已经是很低的，很低的，哦，我要在你约定的费用之内，约定过了，而且要在那个约定的那个什么，我们的目标啊里面，就是我学会英文，好，啊，请你把我教会英文，好，啊，但是我不要背单字，这样可以吗？那我问一下，请问不要背单字，学生要求，常常的要求，经常性要求，对，是可以吗？所以问题是可以，就是这个例子正在凸显这个命题的本质。自主学习中可以有必修课，那我刚才已经讲，就是这个必修课并不是由大人任意指定的必修课，而是基于大家谈过、认可的学习目标，绕不过去的一个，或者我现在再加一个限制，在目前资源限制底下绕不过去的一个学习内容。对啊。哦，那可以安排必修吗？
因为我也搞不懂，现在这个必修课该是以一个学校的架构，要不要放必修课，还是说，比如说，如果你今天要修英国文学啊，你至少要先修过英国英国 A 英文 B 才能修英国文学。如果是后者的话，那我觉得是必须。我了解你的意思，好，所以我们一个机构，我们要谈的啊，个人自学就。那个全部自己选啊，我们这边必修课的议程就是说，啊，我们现在是一群人，有同侪的，啊，那好，那这个嘛，这个常常你在一个有同侪的一个学习团体里面，你约定学习目标的时候会有两部分，啊，一个部分是会约定你个人的目标，一个部分是会约定我们班上的目标。好，那现在你约定班上目标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其实通常我们做好，就会先跟你讲，就是我这边会想要教会什么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呢，那就是同意的会来，不会同意的不用来。那所以我刚才讲的那一个同意的目标是我们同侪之间班上的目标，所以安排的必修也不是在个人的那个部分，是在班级。因为这很常见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比如说约定好，你如果跟他谈说，那个本班的同学要那个学会英文，那不是他个人学，是大多数人。那本班的那个同学要学会啊，看那个车辆的驾驶仪啊，还有到商店里面。哦，算对钱，好，哦，还有办园会的时候算对钱，好，哦，那这个是很容易达成的，班长们大家都会同意啊，我要，好，哦，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教他整数四则，小数四则，不一定分数四则，好，哦，因为分数四则现在可以用计算机取代，对，好，哦，你就会教他整数四则跟分数四则，好，哦，然后。那你也可以讲说，哎，我们大致上约定，我们在这边是自主学习哦，好，哦，啊，然后他可以告诉你说，那个，哎，我不要学整数四则，不要学小数四则。现在命题是这样，现在不是指那个任意的，也不是指个人的，因为个人的选择就是这样。其实就我们现在谈这个，就假设我现在那边有一个很大的机构学习的人。那我要跟他介绍我们这边自主学习的，我一开始就介绍我们这边自主是自由学习，对，对，对，那不一样，那你就拜拜。对，就是所以，老师刚刚那个单字的讨论比较有趣，是我觉得如果以语言学习 ESL 也和 Program 来讲，其实我们有一个核心能力是听说语言，所以照这个学生刚刚讲，就算讲到进入式学习的话，可能丢到国外去，他看到手稿时，他都会有人在念给他听。对啊，他也不会。所以这堂课的课名称叫做如何培养一个英文文盲。对啊，所以我们跟学生说，你想要当英文文盲是吗？学习目前已经国内非常非常多，哦，教育界的同辈，哦，跟一些友人们都认为这个是正确的方向，但是现在我们就会碰到其中一个问题啊，有些伙伴就会主张，哦，那既然叫自主学，应该有必修课啊，那我们现在澄清这一类的讨论，请说。我想要提一个大的问题，请问。我们在追求的是自主学习啊？我们在追求，我们在向往的是自主学习吗？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现在教室内，教室内的，
我们要提的这个问题是，因为讨论到现在，似乎这里陷入一个小的焦灼，而且看这个定义，似乎这个焦灼持续存在。那我这是我们在追求的、在想象的那个美好的理想的学习样态吗？对，我的工作跟责任，哦，不包含，哦，请各位向往自主学习，哦，我的工作跟责任没有包含这样子，我的工作跟责任只是，哦，只是告诉各位，哦，自主学习，哦，它的主要意涵以及重要要领，哦，那当然就包含目前教育界，尤其是国内教育界对于它的界定以及它运用的若干争议，哦，所以我没有要推动各位去向往。我没有，我是想要对听大家提出更多意见。我的感觉啊，我的感觉是，普遍大家都可以接受，就是到我们刚刚的定义里面的那个，就是我们谈自主学习，因为自主就是小我跟我大我的学习。我觉得普遍的人是可以接受这样的讲法。那在接受这个前提之下，自主学习中可以有必修课吗？的讨论应该就是可以的，应该不就是我不太能理解为什么我们会在这边卡那么久，因为如果前面的前提是已经充分讨论，然后我们普遍有共识的话，感觉这个对我来讲比较像是想当然的事情。那个，我现在提出一个讲法，是说如果这边接受了嘛，接受前面自主学习的定义，哦，那么自主学习中有必修课，起码在这房间里面，哦，是没有争议，多数会认同。因为我觉得，就是我们讲说，比如像刚刚那个相当的讨论，就是从年纪从小到大，我们给他的自主权会越来越大，所以可能必修一两面的，就是从小到大，他自由必修越来越少，对啊，选修越来越多。操作上，因着你对专业的理解，怎么样的一个规划，有一个安排。可是回到需不需要有必修课这件事情，如果前提是大家可以认同的，那这个就是有可以有吗？就是可以有啊。好，我不能无限期把各位留在这边一起讨论，对不对？哈，互相讨论。啊，我准备结束在这个地方，啊，结束，啊，自主学习专题，啊，到目前为止，啊，对吧？我们处理到，啊，自主学习有一个，啊，有共识的定义。那处理到，啊，如果，啊，因为我们刚才讲他有选择，对不对？哈，包括内容，刚才有选择。处理到如果，哦，他这个学习目的，啊，是他所选择，哦，而这个课程内容，哦，是达成这个学习目的所不可或缺的，哦，那么自主学习中是可以有这样的必修，哦，但它不是可以有任何的必修。那跟着二过了之后，哦，它需要受到强制，就是什么？就是目的与手段一致性的强制。跟着下来，正当性的基础是什么？是必须要跟他沟通，认同那一个目标是他的选择，而相关程序正义是必须有一定的明确的流程，让他去确认，目前，我们处理到这一轮这一趴，对不对？就是到此为止，谢谢大家。往后如果还会再见面，各位还有更进一步的，那我们可以在这一轮的基础底下，再往前探讨。谢谢大家。